另一对组合温拿比他们还要厉害，他们已经组合了33年了。这天他们得到了至尊荣誉大奖，一众歌手走到台上祝贺几位前辈。除了温拿之外，男歌手呢也一同拿了多个奖项，当中朴俊基、刘德华一同拿了3个奖，平分秋色。七仔在几个奖项颁奖典礼都是大赢家，看来他拿传媒大奖的机会也是比较高哦。现在有没有盘算的？有多少机会得到传媒大奖的？反正我还是跟之前说的那种心情去参加所有颁奖典礼，就是轻松一点的心情去参加，做一个支持的工作。那所以你看，我现在颁奖典礼里面都会讲一些什么冷笑话或者是。广东话叫懒点，就是让大家轻松一下，我觉得这样的气氛没有那么严肃，轻松一点。